各位好，有人在讨论区问我说可不可以讲一下修锁。其实少不修复在网络上很多人讲过了，但是实际上 AI 的锁坏掉，你如果要完美的话，还是要用 Photoshop 手动修比较好。那网络上的方法其实都类似，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Header Refiner。那其实这个我用下来就是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说你手的主体一定要够大，如果手的主体不明显的话，修复是会有问题的。怎么说呢？我先用纹身图生一张图，这是纹身图的流程，这我们一开始就有讲过了，就我就不多说了，就用纹身图的流程。然后呢，我再把纹身图这一张图呢载入这个图生图的流程。那我们把这个要修复的这个手呢，把它绘制打开这张，然后绘制要修复的地方，按 save， 然后再丢入这个 VAE 内部，这个就是我代表我要修复这个折照的地方。然后这个 Header Refiner 呢，它会自动去侦测手部，这样。然后侦测之后呢，这个 ControlNet Model 你一定要用这个 Deep 深度 Hand FP16 这一个。那这个图生图你是正向提示词、反向提示词可填可不填没有关系，主要是这个 ControlNet Control 这个强度呢，它这个论文上面是建议用 0.55， 然后我们就用 0.55， 那我们就跑一次看一看。那这个呢，下面这两个就是它会把这个遮罩再放大的意思，这样。然后我来跑一次看看给大家看，这我都做过了。修好了有没有？修好之后呢，我丢到这个高清放大里面，再帮它放大一次，然后再修复一次，这样就是微小的重绘一次，这样让它更自然、更漂亮一点。你看，修好了，然后我再把它高清放大，然后再去重绘一次，更自然、更漂亮一点。这个就是所谓的 Hidden Refiner。 然后就像我所说的，为什么我只生成那个肖像照，然后手的主体一定要够大？那是因为我可以给各位看这个呢，其实我也是之前用这个发现，然后我这次就大量测试给大家。你手的主体如果很小的话，那它怎么修都修不好，有没有？你手的主体如果很小的话，它怎么修都是修不好的，这样都修不好。手的主体很小，怎么修都没有用，都是不自然的，这样。那手的主体很小，我要怎么去修呢？其实就是像我以前有一篇。那个有一个影片教大家安装 Krita 的时候有讲过，就是用 Krita 修是最快的。那我现在再来演示一下怎么用 Krita 去修这个主体比较小的手。还有这个我刚忘记说，就是说这个模型呢，黑胶里边的模型网址我会放在说明栏，在这里它有三个模型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。它主要都是用这个，这样。然后我来展示一下那个 Krita 修小手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启 Krita，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手是坏的。我这个 Krita 是有串接 Config UI， 那为什么我不直接用？
我不直接用刚刚的 combi UI 修呢，其实直也是可以，直接用刚刚 combi UI 修，就是你把这里这样遮起来，然后后刚要 control next 就可以去掉，然后就一样，就去让它生成少就好了。可是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在 Krita 这里操作，真的很快哦。这里圈起来这个，你把你要做的地方直接圈起来，然后呢，连接伺服器，因为我刚刚关掉了，然后我要把它重连，按这个 configure， 然后重连，刚开始跑了。好，连起来了，然后我们直接按这个 live， 这里，那直接选这个箭头，那它自己呢就去重为这个圈起来的地方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就重为圈起来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我喜欢在这里呢？因为真的很快，你如果不喜欢，你就点这个骰子，再点，这样。然后你也可以在这里打提示词，或者是添加 Laura，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添加 Laura add， 这样有没有 add 就 Laura， 我有在这里 add 那个手的 Laura， 这样，那我们就因为 0.3 呢，大家直接在这里调比较快，有没有直接按直接调 0.3， 它会尽量维持原图，那你如果觉得想要变化大一点就把它放大，这样就过来了，这样四根手指就分开的比较清楚，大家就是不停的去测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很自然，1、2、3、4，很快，真的很快，很方便，然后图又大，很好操作，不像 combi UI， 要点的地方比较多啦，这样，所以我比较喜欢在这里修这个小的手的图，这样我就很快就可以修好了，然后我们只要储存这一张就可以，你可以按另存新档，存在你要放的地方，这样。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这一张，这样手就修好，这样。然后，我们先这里先讲修手就好了。那至于说 Control Net， 我们放在下半部再讲。